那第一次的稿费有多少呢？70多块钱吧。后来用在哪儿了？那请女朋友吃饭。是不是就是现在的太太啊？是。我看过一篇报道，我记不清了，是您太太说的吗？说您请她吃饭，当时她心里想，这么抠门的人请我吃饭。我没有70多块钱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我说咱俩一块吃饭吧。嗯。她说好啊。我说吃西餐。她说好啊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可能花了10几块钱吃了。吃完之后我跟他说我没拿钱哎。你怎么好意思呢？我没钱吗？没钱你还说请人吃饭，那就别请了，就散散步啊，溜达溜达。已经溜了一下午了。林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